间的文化的东西啊，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要断掉，让我们都串在一起，这样子。我们很多要学的，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啦。好。啊，去做就对了，谢谢大家。以后都是就像他讲的，以后我们都是想一起做哈、哦。也许以后明年后你们都要上大学，只是就那份心而已了哈、哦。那又就有那份心去影响其他人，更多心连在一起，那个力量会更大了。好、哦，以上。可以换你的身份，可以不要转钱。对，对吧？好。走。对呀，然后那个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其实我们的正面的形象出来了，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建立好自己的形象，非是像从我们的习惯开始。习惯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小动作，我们从领导人开始。就刚才每一个哥哥姐姐，就是弟弟妹妹，都讲得真的很棒。所以我会希望说，你们把你们今天的感想哦，放在你们的虽然不要一直常常上 FB 啦，可是然后呢，可是去试着去分享你们的感觉在你们的那个 FB 上面哦。就是刚才你们刚才有拿到的东西，有人拿到不知所措，你就打上去不知所措。对，为什么会不知所措？在这件事情上。好，那我们刚才的分享会后，从第一个一直到刚才燕燕这样子结束了，相信你们都有成长很多。那最后我还是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总会长，我们那个总代主委，主委，主任委，主委，其实很多很多的，虽然说我们好像没有成立，好像觉得可是我们已经有那个实，也有那个体了。我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成立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可能是里面的可能一些阶层的一些称谓或是什么，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姐姐哥哥姐姐的内部的一些要做调整的这部分，就是要有劳大家一起商讨。那至于组织的架构，的确对你们来说会觉得有点迷路，不用担心。那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？那我们青年会怎么走下去？那我就请我们的那个张玉美主委，主委做这个分享的。其实我是没有听见大家的分享，但是我也相信。但是我在这几天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到，比如我看到人说，哎，最近无聊哦，这样对啊，不晓得干，就是会很期待再继续。大家继续聚在一起这样子，只是我们好像聚在一起只是这样的聊聊天。那所以我今天我很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，是我们也在学习。所以我就因为秋雅很对这种团体是很熟悉的，所以我请他带这个部分。那也谢谢他也为我们预备，然后透过这样小小的，就是每一个人一个主题这样子，然后去分享。也许你还有很多想要分享的。我们可以会后再来好好的去做分享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每一个人真的都让我很感动哦。我们的那个戏剧是真的都很简单，可是透过你们的那个，总觉得很像是把你们这样子就硬生生把你们踢到那个踢出去，然后你们就表演的就很自然哦，搬石头就搬石头，然后就哎那个样子就出来了，所以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都很感动哦，就都有到位哦，甚至连那个我们那个你的那个双人舞的那个哦，虽然他的表演看得出来，对对，他就突然会有其实，可是我觉得，
可是我觉得反而更看得出来说，哎，我们青年会，我们在做的。